吴磊、赵露思新剧《虚幻灿烂》发布公主抱花絮，甜蜜氛围感十足。吴磊看赵露思的眼神太宠溺了，期待我们的冷面将军林不疑和刺猬少女程少珊。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last 10.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, never turn back again. It'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hell are you? 谢谢你们上台。好，那么现场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这是啥？介绍一下。这是一个大锁。这是一个大锁。有什么是这个流程呢？我来到你这里。我到我这吧。为什么是个大锁呢？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大剧。大剧。为什么是个大锁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在大平台播的一个戏啊，所以说送一把大锁，希望我们这个戏能跟腾讯视频，能跟大家锁死。对，跟观众们，然后跟腾讯视频能够锁死。是一个很灿烂的戏，希望到时候，对，播出的时候可以灿烂大家，谢谢。